机密文书呢，承办人需亲自的撰写，对于相关的这个业务呢，应该来讲保密。如果确认它这个系统环境的安全哦，可以依机密等级呢来分级使用。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未经这个确认呢，它不能作为我们的这个政策决策的唯一的依据。人工智慧 AI 正在改变全世界，尤其是去年 ChatGPT 推出以后，翻转人类日常生活。生成式 AI 可取代部分脑力，相关应用的确非常重要，但带来对国人、社会、个人及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及冲击，更需由科技、产业发展、人才及治理等各方面积极布局，并正面因应，来回应国内外的社会挑战及维持国家安全。本指引提出现阶段各行政机关使用生成式 AI 的基本原则，有助于促进各机关对生成式 AI 有一致认知及正确的使用，值得肯定。但面对瞬息万变的 AI 发展， AI 法治规范仍需与时俱进，请国科会持续观察全球 AI 发展趋势与因应作为，滚动修正本指引。另外，请国科会依程序签合函颁本指引供各机关参考，后续请各部会视业务需要订定使用生成式 AI 之规范或内控的管理措施，并请数位部带头建立相关规范及教育训练的机制，促进政府在运用 AI 来提升行政效率的同时，也能秉持负责任及可信赖的态度，并保有自主思维及创造力，使民众对政府施政更加信任。第一个就是主要是它的一个订定的一个目的，第二个呢是在业务的承办人呢需就其进行的各项的业务上的一个风险呢进行客观及专业做最终的判断，第三个呢机密文书呢承办人需亲自的撰写，第四个呢对于相关的这个业务呢应该来讲保密，未经这个机关的同意呢不得向这个生成式 AI 进行询问。那但是在这个封闭式的地段的部署的生成式 AI 的模型呢，如果确认它这个系统环境的安全哦，可以依机密等级呢来分级使用。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未经这个确认呢，它不能作为我们的这个政策决策的唯一的依据。第六点呢，需要有适当的揭露。第七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各机关如果认为它这个 AI 的生成的设备之性质呢，它可以依据它本身机关的特性呢，来自行订定相关生成式 AI 的这个规范或是一个内控的一个机制。第八到第十呢，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引用的对象啊，那它可以的应用。那行政院其他的这个机关呢，它可以参考本指引来订定他们机关的使用者 AI 的相关的规范。